份哦，你会发现主城市啊，基本上主要就是用呼叫的方法啊，顶多就是开头哈，我们是用输入第一天的方式，用 inbox，好，让它输入进来，然后最后面再串一个什么，串一个一月一号给它就好，哪一年的1月1号放在哪里呢？放在 range A2 里面去，好，OK 就放到里面来了，哦，大概是这样的哈。那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底下就会有刚刚提到的，就是插入，在第几？在第16页哦，所以你可以看一下第页嘛，总共20页哈，总共这边有16页的这个地方哦。那插入空白列呢，关键地方就是 insert，然后呢，删除就是 delete。那可是特别注意哦，各位有没有发现哦，我这个回圈哦，跑的是反向回圈，为什么是反向回圈呢？其实哦，主要这个是也是我想出来一个办法。为什么？因为之前哦，我们在做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啊，因为大家如果要写回圈的话，应该是从哪一列呢？应该是从，因为你不可能说一个一个慢一个吧。第一个应该从 for i 等于第几列呢？哎，应该是从第3列嘛，对哈，第三列插入，对哈。然后第三列插入之后，应该在第4列。不过你会发现一个问题。你插入一列之后呢，你如果再换第4列的时候变成什么？哎，它变成它往下挤了，所以你变成什么？你要 for i 哦，哇，这个时候就麻烦了，那怎么办？你变成你要把那个 i 加一了，有没有？然后再变成第5了，看到没有？然后再插入，然后呢又往下了，哇，那本来在第5、第6的，它变第7了，哦，它永无止境。所以哦，实在是很麻烦。以前别人说什么 i 你要加一，然后再往下。后来我就想了一个方法，我们如果倒过来的话，假设我今天呢，从第30，其实应该是从第33才对了，应该是在下面这边哈。然后再来就32，插入的话，你会发现32哦，再来就31，对不对？可是你会发现31有没有动？31并没有动。30再来30有没有动？30也没动，有没有？29有没有动？29也没动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插入的时候只会影响下面的。那如果我们倒过来的话呢？哎，它是在上面，不会被影响到。OK，哦，这个道理应该可以理解吧？哦，这是我后来想出来的办法。不然以前的话啊，我是从上面到下面，后来想说干脆我倒过来就好了，倒过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所以呢，基本上呢，我们要插入的范围哦，基本上从33吧，因为这边先假设啊，这目前已经是有了，但是其实理论上应该还是要先插入一个空白，应该是范围是33到3这个范围，所以呢，我的这个回圈哦，所以第一步哦，我就知道说范围33到3，那我接下来我就撰写一个插入空白列，的一个 sub，所以我就输入什么 sub 插入空白列，然后 enter 一下。OK，这个时候 end sub 会帮我产生，括弧也帮我产生，哦，OK，那接下来当然呢，我们就怎么样，按个 tab 键，接下来呢给它范围，哦，我跟他讲说，哎，我要从哪一个呢？for i 哦，这个范围的话是 for i 就是哪一列呢？i 就是列哈，等于第33到3，但特别注意哦，如果前面大后面小，一般前面小后面大嘛，越来越多的话，那你后面哦就不用再加 step 哦。如果说你颠倒的话，越来越小的话，记得要加一个 step，后面加一个减一，也就是说越来越小哦。那你想说老师，那你为什么之前没有加 step 呢？因为呢预设是刚好 step 就是 step 一了。如果 step 一的话哦，那你就不用加这个，可以省略。可是，如果说你是越来越少，或者将来你是1、3、5、2、4、6这样子，就间隔二的话，那你可以把它改 step 二，有没有？OK 哈，所以这个是等差，中间间隔多少的意思。预设值的话是一啦，OK，一的话不用加，但是如果你是其他值，就一定要加哦。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，我们是负一哈，减一啦哈，Enter 两下，再打一个 next，然后呢？在中间按个 tab，我要做什么呢？哦，哪一列 row 加 s，括弧跟他讲说，哎，我的第 i 列，因为第 i 列的话呢，哈，
那第一次是把33放进来。我要做什么呢？哎，我要插入一列，那就点什么？点 insert 就可以了。OK 哦 ，insert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就完成了。它会先在33先插入一列，在32插入一列，一直插入到第三列，这样子程式就写完了。哎，其实还蛮容易的吧 ？OK，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插入列的话，就是哪 rows 后面加哪个数字哦，数字的话呢就是哪一列。插入 insert， 哎，这样的话就插入一列了。OK， 好、哦，那我们执行给各位看了。基本上的话呢，它就会，我逐行来跑了，这样直接跑可能太快，它一下就完成了。我按 F8 好了哈 ，F8 就一行一行跑。那当那个 i 的值等于33的时候，那你 insert 呢，它就会在这边插入一列哈、哦、，OK， 一列，好，有没有插入一列？然后 next， 再来就是。i 等于32，所以它接下来就在32这边插入一列，就32的上面插入一列了。OK 哈，那以此类推，所以底下都一样，我把它全部执行。这时候的话呢，就大功告成了。啊、哦，不过呢，可能会有同学说，那、老师 insert 之后呢，这个底下哈、哦、都会有多，因为它等于 insert 之后，它会把上面的格式哈、哦、等于是复制下来了，所以呢，上面如果是黄色的话，那它就底色就黄色，就把它，哎，纳过来。那这样看起来呢，哈、哦，感觉有点不是很好啊、不是很 OK。那怎么办？哎，对，其实啊、哦、也非常简单，只要在程式里面再加一行程式就好了。哎，那一行程式什么？把底色哈、哦、改成什么？改成没有就好了。底色哦，底色改没有哦，但是我们之前底色改没有是在 sales 那个储存格，但是这里的话哦，哦我们可以用 row， 哎对， row 后面可以用底色变没有，这样就全部去就是可以把它拿掉哦。那这个等一下试好了哈、哦。另外的话顺便讲一下删除，哎顺便哦，所以呢有插入空白列嘛哈、哦，那我就拿这个先来参考一下。这边改一下哦，刚刚是插入空白列，现在是删除空白列。那删除的话呢，哦，一样嘛，在这边 sub 删除 ，enter 一下。好，那这边要写什么呢？按个 tab。哎，那如果你不太知道没关系，你可以先到这边哈、哦，按照我们的固定规，哎，不过也跟各位一样哦，刚刚是那个什么呢？反向对不对？现在也是一样哦。如果你现在删除，对，你先删，假设你删应该是这个三第三列删除，对，啊，等一下要变删第五列嘛？可是会有个问题嘛？第五列会把它变成第四列了，那你会变成一直要怎么讲？要去改动那个 i 的值，那真的太麻烦了。所以哦，但是如果你反向的话，反过来我们来看啊、哦，比如说我刚刚哈、哦。三假设是363对不对哈？63删完之后，它再361嘛，对，61会不会变位置呢？哎，61还在，啊，删了61之后再删59，59会不会跑掉了？哎，59不会变，所以哦，一样的道理，啊，所以请各位特别注意哦，以后蛮多地方只要跟删除啦或者插入有一点关系的话哦，哦，可以善用反向的，不要正向的，因为它有时候位置会跑掉。那这样你为了要去解决那个位置跑掉问题，哇，那真的又是非常麻烦，倒不如反过来就好了。可是问题反过来，那我们怎么删？你要就是一样规则，删的方法63到61，哎，所以哦，越来越少，但是少不是减一哦，是减二哦，间隔二哦，所以 step 后面的话就是 step 要减二哦 ，OK 有没有？63减二61。61减2就59，哎，有没有？然后一直删到哪一个呢？删到第三列 ，OK。所以我们的程式应该怎么写呢？一样嘛，哦 ，for 哦，这边的话 ，for i 等于63到那个第三，然后后面加一个 step， 跟他讲说，哦，我的 step 哦，间隔是2哦，那 enter 两下，再打一个 next。那后面的话，你只要跟他讲说，哦 ，rows 点后面的话哈，你就是直接打一个点什么呢？点 delete 就可以了。哦 ，rows 点 delete，
那 insert 跟 delete 啊，如果你这字不会拼的话，其实键盘上也有嘛，有没有？中间键盘中间就有 insert 跟 delete 啦，所以这边字不会啊，但我打字一定都打小写，移开如果手势变大写，表示字没拼错，有没有？OK 啊，如果你移开字怎么还是小写哦，注意一下字打错了啦，就这样 OK 好，那我们 delete 看看，基本上的话执行，有没有看一下？ 哎，又恢复了，哦，哎，那这边可以做按钮插入，有没有？哎，有了，然后删除，哦，OK， 哎，感觉还蛮那个怎么样？所以以后你可以吧，你要做很多花样，然后你就好几个按钮，切这个，切这个，切这个，自动就切出你要的效果，那你就不需要说一直每次都要做很多图法类似的事情，OK 哈。 啊，不过呢，最后呢，顺便补充一下，这个插入空白列哦，插入之后的话呢，它这边好像哦，底色部分哦，如果我要把它变成没有，因为这边底它底色好像都会拿上面的底色拿来下面，所以呢，其实我们最后可以再加一个叙述啦。音色之后哦，底下呢，还记得吧？我们之前有那个什么用 sales 有没有 ？sales 底色变成没有，还记得吧？应该叫 interior 有没有？ Interior 有没有 the color 没有的话 ，color 等于什么了 ？X L none， 哎，对不对哈？那实际上呢，后面再加哪一个储存格的括弧？啊，实际上你可以什么？直接把 sales 改成列，意思就是说呢，我一整列的那个什么呢？底色全部都帮我清空的意思。OK， 那之前是那个储存格的底色变成没有，那这个叙述的话是这一整列啦。 哦，我就是要把那个整列的那个底色变没有，啊，不过可能有同学说，老师那旁边本来就没有啊，这样子，啊，不过没差啦，哈，反正就整列都没有就好了。如果当然你还有另外一种写法，你可以用 range 啦，哦，用那个 range， 他问你那个 range 也可以写，只是很麻烦而已啦。OK， 有时候其实写程式哦，还是要考虑一点啦，哎，程式写的顺畅哈，简单，相对就反正结果都一样，没问题。OK 哈。 我们来试一下哦，所以哦，哎，我现在是要已经插入，先把它删除。好，那删除完之后呢，插入看看。哎，看一下，哎，底下东西都没有了，有没有？哎，底色都不见了。不过它好像跑起来好像比较卡一点，我看按下去。哦，哎，它好像会那个，哦，会有点点，就是突然间全部好像都不见了。OK 哈，实际上它就是会帮你把那一整列哈的底色拿掉，所以哦，一整列拿掉好像会时间会比较久。当然比较 OK 的话，当然是你整栏整个范围就好了，不要整列，整列因为一整列的话哦，变成说你 Ctrl 向右哦，有没有？你会到这么多哦，这么多列啊，这么多栏哇，那这个资料范围就太大了，所以会稍微慢一点点。不过至少啦。 哦，也可以达到我们要的结果 ，OK， 类似像这样，好，那请各位试试看哦。我刚刚写的就是第16页这边，哦，就这一，那另外呢，把它恢复的话呢，其实就是在啊，在这里，看到没有？插入列后底色清除 ，OK， 来，画面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。